看出来了啊，李爸爸最开始上来表演的鸟叔秀完全是抛砖引玉啊。儿子的表演怎样？你在下面看的。我儿子是我感到是我的骄傲。我觉得你在刚才的那段表演当中主要关注的不是这个，而是有一个女孩愿意跟他走。你看见了没有？看见了。你满意吗？满意。你愿意吗？是你自己。主持人，这怎么有点像这个相亲节目了？没事儿，我这人情感节目也做。你刚才面对着镜头说、妈妈，我给你带个。这个、是不是给人施加压力了，让人一点准备没有啊？你不也老给儿子施加压力吗？这自愿的，问他自己愿不愿意？儿子，那就是我和儿子就不外，我和外人那不根本就是。得有个过程。那这样吧，你问一下他，尊重他自己的意愿，他愿不愿跟您儿子走，行吗？叔叔有什么想问的吗？你看人家多主动。喜欢自己送上门的吗？叔叔看你挺漂亮。谢谢。你对于叔叔来讲感到挺满意的。现在你这个白是符合我的要求了。白啊。这个富不知道啊，富不知道符合不符合。富啊，你能说一下子吗？对，说一下你的这个工作。是一家公司，投资公司的董事长。啊，投资公司的董事长，白富美了。白富美你都占了。其实呢，我爸爸可能就是不善于表达。但是白富美呢，我觉得在我的理解是白呢，就是心灵洁白啊，心灵洁白。对，富呢是富有他的精神，精神富有独特的智慧。美呢，它是他心灵美。我觉得白富美是这个意思。你刚才说的这三点跟他都没关系。对。这是他的想法，刚才我说是我的想法。没事，现在问问你自己。我发现我挺适合叔叔的想法的。对，所以呢？所以叔叔，你愿意带我走吗？我愿意。说真的啊，说真的啊，可愿意交往吗？可以做朋友。你所说的朋友是以男女朋友进行交往吗？请说明确。可以。可以以男女朋友进行交往是吗？先从朋友做起，然后试着深入。好，台下留电话。谢谢你啊。好，这样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啊，这事儿如果要成了，你得感谢我啊。你刚才上台的这个愿望可能真的要实现了。我们忘记问您儿子的意见了。你什么意见啊？没有关系，如果我们如果你觉得我不适合，我会把我身边优秀的女孩，单身的女孩介绍给你，圆你父亲的一个梦，也希望能够让你有一段好的恋情和好的。不是，其实你挺适合的啊。是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觉得他挺好。另外呢，就是挺信任我的，就像雕火柴。对，一般女孩真的做不到，真的。小李，你愿不愿意像李佳黎所说的一样，也愿意和他以男女朋友的方式进行交往？我当然愿意。好啊，今天成了好事一桩。因为这个事儿太突然了。我生怕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觉得我们意气用事，因为爱情是一件慎重的事儿。爱情来了是挡都挡不住的。你觉得这是真的吗？也许是一秒钟的事儿啊，我相信的。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因为两个人从事的职业也都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太看好。也许是爱情来了就那一秒钟，不过相爱容易相处难，接下来要去认真的相处才有可能开花结果。再郑重地问你一次，你真的对李佳黎满意吗？愿意跟他就是进一步的交往。欢迎你追求，欢迎你能够再次上完美告白的舞台向我告白。